啊，咱各位同心，大家早安，大家好。好。好，那么昨暝睏有好无？哦，无。对，大部分拢安尼。你若讲睏无好，算正常。因为我来八几届啊，大概第一暗拢睏袂好。啊，我会记我三年半前吼，咱只第一期的时，我参加第一期的，迄阵拄啊一月大概14号的款。哦，迄暝吼，六度，温度六度，迄阵无被，迄阵咱拄啊草创吼，敢若有眠床尔，吼啊有一个军毯的迄个床，算床垫安尼，啊叫阮来甲你扎睡袋来。我看迄睡袋讲会当零下五度咧，结果来遮六度呢，加袂烧。啊，迄阵拢困，我拢困通铺。啊，我阁江苏人啊，尾啊一个啊爬起安尼，我看，吼，敢若遐江上大声咧困啊。嗯，我想原来我一个朋友做建筑师啊，啊因早期吼三十几年前。我那组团去山顶佚佗，啊，我那住喺通铺，啊，因有经验，伊讲即届来吼，该会讲的捡我几间，啊，伊我那算会讲的，伊我那去捡伊来滴就对啊。结果，伊上大声落去困哦，有困去啊。到尾啊，伊煞风叉醒起啊，吼，伊讲夭寿，迄几个壁拢咧震动，拢共振。窗仔门啊，咕咕叫安尼。伊讲好，真正讲了有够超过的。结果吼，一个爬起来，拄好咧冠军咧咧困，剩一个咧困，迄个冠军咧，剩咧拢起来。好，好，讲转个咱的主题吼。昨我咧讲，咱要予咱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其实我昨所想的，就是讲。咱要让台湾正常化，咱来先让咱每一个台湾人拢先正常，哦，拢甲像讲食电信的迄毒吼，拢爱先排好出去啦。啊，若无吼，咱拢永远是中华民国的台湾人，安尼就唔对啦。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吼，先爱甲新闻找倒转来，无你要讲干呐名改名，什么自宪证明，迄拢无效。台湾人若无重新再教育像恁安尼来遮重新，佮明白咱家己吼，永远无可能。好，好。那么，咱来讲台湾总统陈水扁即句唔对，爱改啥？正确个是安那？啊，爱佮加一个流氓总统。中华民国伊1945年来，还袂流氓。1949年，国共内战输，招我来台湾，吼，就变作台生，按不动哦。好，中华没有爱加一个流氓，吼，因即摆咧选呢，是咧选欢喜的，吼。啊，讲台湾人去看面做伙选呢，吼。你看，达赖喇嘛。流亡去印度的达兰萨拉，啊，因在咧选总理，印度人敢有去堪明咧选？迄个流亡的西藏的总理无呢？啊，因中华民国流亡来遮，诶，叫咱堪明去选，咱戆戆啊，往哪去选？好，好嘞，台湾退出联合国，啊，这个唔对啊，哪解？唔对，无算基本上是对啦吼，但是真正的意涵唔对。好来，咱来看，是蒋介石代表被逐出联合国。迄个所谓伫联合国，伊迄个每一个国家拢有一个桌啊，吼一条椅啊，啊桌啊顶管拢有插一个名牌，也写 China 的中国嘛吼，那伊无写 People 哦 Republic of China。啊，无讲写 Republic of China， 直接写就 China。那么
是啥物人代表中国这个政府派代表去迄个位置？以前是蒋介石的重庆政府派代表去遐坐。那么重庆政府迄个毛泽东的延安政府甲取代了，吼，哇，毛泽东是派毛泽东的代表去遐坐，所以蒋介石的代表被逐出联合国。不是中国被逐出联合国，吼，这个中国是一个国名，啊，什么政府咧统治这个中国，就看什么，吼，将来所谓的中华民国，哪要阁派人去坐迄个位，除非他爱，伊爱反攻大陆成功，搁伫南京，吼，还是重庆重建政权，吼，安尼会定。安尼，等过去，甲联合国要求，我要去重返联合国。好来，1979年，美国和台湾断交。啊，昨我有想着讲，那好康的，吼，就拢写中华民国；歹康的，就拢写台湾。你看，台湾退出联合国，吼，啊，美国和台湾断交，啊，即马这个唔对，要改啥？啊，对了，跟美国去跟中华民国断交，啊，拄啊，这台湾退出联合国，台湾因为唔是国家，所以无可能加入联合国嘛。哦，爱讲咱为遐提为联合国提出来，敢那讲我从来唔捌入去这个房间，啊，你讲你看了我为遐行出来，迄叫做啥？看到鬼。台湾都将来无加入联合国，你讲台湾会退出联合国，哦对吧？哦，终于唔对要改啥？啊，汉医对，因为汉医，你讲到即卖日本嘛，还佮你讲汉医，啊，咱日本时代他嘛就讲汉医，是中华民国来了，佮佮咱改做中医啊，哦，所以汉医较对。啊！那因遐中华民国定要安尼改吼，啊！你看中华民国若过后一个国家吼，甲消灭，搁建立一个国家，像较早什么吴王勾践迄个吴国有无？啊！那吴国啊，你嘛改做唔爱改做吴医，那无医，哈，无医就害啊！好，来，咱讲雷公拢讲歹人，对吼？在台湾唔对呢，啊，无你讲拢讲啥物人？我讲唔对，啊，无是讲啥物人？怕死人，嘿，迄无一定会死呢，有会受伤呢。来，你讲拢讲台湾人啦，啥物原因？我解说你听。1949年，中国人来，吼。你看我，我毋捌看因中国人来了，有去产咧布产，互咱台湾人食呢，毋捌嘛。拢是咱个老大人吼，四大人迄辈布产，切甲晒甲干干，交农会，啊农会佮佮交迄个国防部，米安尼白米，因咧食白米，阮咧食番薯签。种稻啊，阮爸爸妈妈无米好食，吼，真少啦，因为拢无够爱付切做迄个。或者切租嘛，啊，是咪透风落雨？阮爸爸妈妈嘛爱去巡田水有无？啊，单位讲讲了就台湾人，哪里落雨，因遐流亡来遐中国人，伫厝伫咧眷村内底咧拍麻雀、包水饺，敢讲因会着？所以拢讲台湾人，好，很了解啦吼。过来，啊，咱卖不要把无知当幸福。恁以前阿伯来遮，恁拢唔知影讲阮讲一套论述，唔知影台湾的台湾人的身份哦，台湾的国际地位安怎？迄阵恁是咪足幸福啊？唔知好了了，拢无我的代志。啊，恁若来遮上三工两暝，等伊了。我相信恁心内一定有负担，
哦，咱台湾人原来咱用糟蹋遮惨哦，啊，即无来个，互咱台湾正常哪会使？安尼，你着负担哦，你着想讲我要安怎替台湾、替台湾人来做一寡代志。安尼，你就不是无知了，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你的责任重大啊、哦。所以，咱卖把无知当作幸福了哈、哦。啊，政治我无要插，来看者、這個。伊讲啊，我无当无败啦，人家过情歌，啊，迄政治作太过，莫去插。啊，其实这原来台湾人伫二十八事件，台湾人希望惊着。伊讲靠，遮无理的人吼，来占咱的土地，啊，杀咱的精英，杀咱的人。以前日本人来，台湾人迄个清朝教甲足无水准的啦。所以日本人来大刀阔斧，要甲台湾人改品质吼，所以伊咧管足严。所以你看日本伊个警察足有威严的，日本警察啥物代志拢管。所以早期拢称我讲日本大人警察大人，有无？啊，表示讲伊是足有权威，毋该叫做大人。甚至阵囡仔咧哭讲，是大人来讲。我叫警察大人来哦，你囡仔会准备哭呢？你看迄个权威哈、哦，但是中华民国来了，警察大人后壁迄两字大人胖爷村警察，啊，过一段时间，警察即马牵袂用警察啊，佫较细啊，为警察大人，警察，警察啊。过来连警察都无，讲地无爱，啊连过来讲地无爱，无佫佫较低，插头，啊插头无，即摆佫变啥？合法派遣的流氓，一代不如一代，吼、哦，啊有食来无？啊咱洪糟蹋都有忝无？人日本警察，逐项管就是照道理管。中国来，中国人来，唔是啊，穿迄中山装有无？恁来穿中山装，头前啊，只两个落地啊，一个两个落地啊，啊，伊这落地啊，佫做有会当伸缩的无？唔是讲咱这平平即款落地啊呢，会当膨开，会当得偌济钱呢？得偌济金银财宝呢？吼、哦，来拢咧贪污，吼、哦，啊，你无要插政治，无无党无派吼。哦啊，政治是公共事务啊，啊，咱就是袂像像，吼、哦、后尾因的人，拢会敲电话去检举，有啥物不法，就敲电话去检举，啊，咱拢计高尚，无要插政治，所以咱唔开会去食地瓜油，啊，都无人要检举啊，吼、哦，大家拢啊，迄唔少个代志，迄感觉无关咧，吼、哦，讲饭加食寡，话减讲寡。囡仔人有耳无嘴，是毋是？二十八事件了，台湾流传即句话嘛，吼、哦，啊，就是咱拢唔插，所以就让遐奸商、遐黑道的，甲包括官商勾结，吼、哦，黑白挂钩，来糟蹋咱台湾人，吼、哦。所以咱袂使讲，卖插政治，无要加入党派。我当时会加入民进党嘛，是想讲，我即拢咱台湾人组成的党。一定会为咱台湾人拍拼，吼、哦！啊，早期咧，民进党伫黄信介，吼、哦，江鹏建伊迄段真正做了真好。黄信介我佩服的，就是讲，迄阵党无钱，伊卖厝卖土地，安尼来维持迄个中央党部的开销。哦，迄款精神，吼、哦，牺牲奉献，不求回报，哦，即款呢，是值得我甲钦佩。哦，啊，所以咱卖。把无知当作幸福哈、哦，那么嘛唔当怀着好心、哦、啊，来做歹代志。比如讲有人你甲你动啊，你唔好去到民政府上课，哎，诈骗集团，伊是好心，但你咧做歹代志。你今仔来遮，你敢有感觉我甲恁骗？无呢，因为过去阮。去讲，有个人向红红个朋友，用爬起来甲我望听，
看我发烧无？那有可能？你这有可能啊？你有头壳有烧歹无？哎，有时啊，就讲讲讲，哎，啊，你是不是安尼去啊？啊，咱爱忍耐哦，因为伊真正无知嘛。好，我再来讲一个故事。有两个兄弟啊，吼，拢咧抬猪啊。透早啊，古早时代无时钟啊，吼，无闹钟，所以呐，两个兄弟讲啊，上先醒起来，先得爱叫隔壁迄个起床。啊，即马因抬一二十年了，吼，迄个兄哥觉醒，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开始食菜拜佛。啊！但是同款两个人看上醒，就叫啥物人起来？哥哥若先醒，就叫弟弟起来哦，学堂去抬猪哦。啊！若弟弟若醒，就起来讲：“哎呦，哥哥起来哦，去烧香念佛咯。”结果两个到尾老拢嘛爱死。我弟弟抬猪的这个上天堂，哥哥落地狱。这哥哥作不落个，加减咯。啊，那我烧香拜拜吼，念经啊，你来，我来地个。伊讲哦，啊，你有够歹心，你透早起拢叫恁小弟去抬猪呢。我一直好心做坏事，我啊，弟弟，啊，哥哥，起来烧香念经哦，啊，上天堂。所以不要怀着好心做坏事啊、哦、OK 好哎来为中国来拢唔是啥物好好物件啊啊啥物原因咱台湾出产种个物件啊比如有山啊香蕉啊！你若甲金蕉、甲山啊、甲麦起，唯独同款的厦门、福建这边，啊，人同这个唯独因福建的厦门嘛有出产金蕉、山啊，啊，因土地俗、人工俗，所以你去啊，你卖价就一定爱较贵，无你卖好，啊，你还佫送黄金过，哦，你黄金佫加价，你就卖好啊，哦，你伫只一斤卖五十块。去啊！总共你往那个卖，炒作十块，差不多五十块，了钱。因为你要管消费用。啊，因中国遐吼，一斤五块了啊，炒作五块，因都有赚啊。啊，你卖十块，你要了钱。迄就是维度同款的所在，无钱赚吼。啊，你若甲咱的金蕉、甲山啊，甲往北卖，卖予日本、东京遐吼，介绍上少三倍。百五块的代表，因呐，因日本遐冰天雪地吼，因遐无多种金蕉甲种山啊，敢若咱算较南边吼，纬度较南有。啊，同款日本的早期吼，日本的苹果甲梨啊，若卖来台湾，迄阵台湾梨山了无种苹果甲梨啊时吼，哦，日本的迄个富士苹果。足贵个，嘛是来遮会当卖日本个三倍价钱，所以无人咧卖东西货啊，有人咧卖南北货。梨花街卖南北货，高雄个三凤中街卖南北货，无人咧卖东西货，对不对？所以咱咧讲，咱咧卖人，你算什么东西？这就是歹个物件。无人咧卖人讲，你算什么南北？对不对？安尼就了解了哈。所以为中国来哈，伊为东边飘来咱西边，不是好东西。我到屏东哈，我遐屏东一条刚刚加做五粒的。但是我若像即阵啊开始有寒流来，我就烦恼啊。我来我就感冒，因为伫啊36度，来到遮上少差12度，哦。一声就感冒啊，吼！所以我该讨厌寒流，啊，寒流一定是。啊，咱不能莫讲大陆寒流，莫讲大陆。
那讲中国韩流啊，中国来了哈。啊，过来哇，有沙尘暴，啊，是安怎有沙尘暴？你记迄阵毛泽东拄啊执掌政权，吼，摕着中国的政权，啊，他为了要超英赶美有无？发动什么人民公社、什么土法大炼钢有无？每一个人民公社拢设一挂土炉啊，啊，附近的树啊出来，行，讲咩炼钢，好无？甲一挂大樟树啊出了了，啊，结果钢敢炼得出来？迄无可能嘛！炼钢厂都唔是，你咧咧办办迄个加加加酒，迄要有相当的设备甲技术吼，啊，所以失败，但是树啊出了呀。树后你找，大部分拢会死哦。等遐根拢烂，本来遐树啊是甲土壤拢水土保持保掉了。短时间吼，三四十年后开始沙漠化，所以气候就风飞沙飞，啊，若较大个东北季风就飞入台湾来，哦，咱就有这个沙尘暴会来。啊，迄当时吼，毛泽东是台湾啊，讲伊。天才，天才！啊，讲伊笑啊笑。迄阵，因个生产的粮食、稻米，这个技术也无改好，啊，所以粮食拢无够食。啊，但是遐畜鸟啊，吼，麻雀完啊，那鸟啊成熟，为哪里食鸟啊？啊，毛泽东就想一步讲，啊无安尼来，所有人分做三班，透早到暗晚的24点钟。拢分8点钟、8点钟安尼，大家拢东顶西尾拢查出来，四界赶鸟赶到铿锵叫。啊，有遐畜鸟吼，连续三工无地好歇，无地好睏啊，佫无通食。三工后，大家拢软脚，歇袂住，拢落了涂骹。啊，老百姓开QQ杭椒吧，食了了，遐畜鸟真正有全甲无半只。但是隔年，稻迄稻啊，部落开始病虫害一堆。伊无想到讲，这麻雀平常时拢咧食遐病虫害，干那哩稻穗四个月后，阮就开始成熟，依靠伊个咧食。啊，你若稻啊挂了，伊嘛就搁开始食遐昆虫。啊，即嘛无天敌，吼，遐昆虫大爆发，把遐稻啊，迄心啊吼，拢甲健康叶啊食了。无许啊，哪有法度结果？就无稻穗啊，所以大迁收都夭死几啊百万人。哦，你看，毛泽东，这天原来算有够天才，原来有够夭死，所以世界四大魔王，哦，杀人魔王毛泽东，他们蒋介石是这四大魔王内底两名。过来雾霾，哦，最近哦，顶礼拜嘛，还有雾霾来到台湾，哦，所谓什么？PM2.5 吧，啊，啊，这款物件就是拢化学产物，哦，环境荷尔蒙，啊，这款物件，那树里面的气管、肺部，哦，会产生不可逆转的祸害，哦，迄无药啊，迄加掉迄种化学的，加掉你无多解，哈，啊，所以这侪人会得肺癌，得支气管炎，哈，啊，这就是。中国1979年哈，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了，无拒绝，都会使讲无咧拒绝别人要来遮投资，要引去中国遐投资哈，来者不拒，所以做者全世界上污染的物件，诶生产的物件，无人要做诶，即马拢转去中国设厂，啊造成。整个环境污染，哦，这都要像咱早期，咱40-50年前，哦，中国人叫咱拼经济、拼经济，开放外国人来投资，哦，啊，所以嘛，伫台湾，迄阵台湾嘛无咧讲环保，所以啊，无咧做废水回收、废气回收，啊，造成咱真侪土地污染，哈，哦，比如咱台湾遮较早有一个美国无线电公司，哈，哦，RCA， 好不好？一间公司咧生产电视、收音机、录音机，啊，伊甲足侪废气迄个毒物的迄个化学物件，
用莫打灌入咱的地下水来滴，哦，伊无唔敢排放，惊掠着，啊，偷偷用莫打上了咱的地下系统、地下水系统，所以足侪阿西的人员工拢袂拢着癌吼。同款，即马中国嘛开始咧受到这个蛮害，哦，因即马开始也紧张啊，开始限制外国人的投资啊，哈，你若无合乎环保法规，伊也无啊，互你入来。好来，这中国来郑成功，啊，这以前讲咱失败，啊，什么原因？咱来讲，荷兰人1624年来占领安平，啊，设立这个热遮兰城，哇，刚迄一年，荷兰人去美国纽约曼哈顿。占领的所在，啊，设一个港口，叫做新阿姆斯特丹。啊，你啊想，啊不400年后，纽约即马变作全世界上大诶都市、上富裕诶都市、上先进诶都市，吼、哦。啊，咱安平后尾也着改做台南。台南较早还阁讲一户、二落、三万家，好无？一户。但是即马呢？即马五都，第一都排袂得，第一都台北都，第二都高雄都，第三台南都，第四，即马连台湾的第一名都争取不到，吼、哦，排到第四啊。所以，迄阵若卖郑成功来吼，甲荷兰人赶走，哦，伊毋知佫会引进偌济番仔物件吼，像头咱讲的番茄、番石榴、番麦有无？伊若卖走，咱继续跟荷兰人甲咱通敌，啊，咱跟荷兰人混血。荷兰人，你看伊拢高强大汉，头毛阁红诶，吼、哦，阿蒙国诶，目睭阁安尼绿绿。啊，咱若跟伊混血，你知影混血咯？我伊囡仔拢查甫诶烟头，查甫诶水，吼、哦，你看琉球人跟有一挂美军，吼、哦，混血，诶，琉球女孩子嘛足水，吼、哦，查甫嘛真烟头，吼、哦。啊，咱若互混者，甲即摆要四百吨吼，即摆中国人来遮佚佗无？来拢哦，逐丛拢遮大丛，混者了，咱一定会加较悬吼。因、哦、澳洲人真悬嘛，我搁金头毛啊，红头毛啊，目睭搁绿绿啊，即国个一定毋是咱个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毋对？可能无讲啊，搁讲荷兰语啊，嘛是讲闽南语啊。所以郑成功伊成功，咱失败，啊，知影吼？啊，过来，啊，大清这来，我昨有讲啦吼，212栋无在条开一条路，开台一线吼，开通日本人来11年就甲你开通啊，你看有够本事吼。啊，后壁佫这个佫较害，中华民国在台湾，啊，我较用即句，中华民国害台湾。伊若卖来咯，咱若许美军直接占领，咱早着台湾反反，着像琉球安尼，咱早着等于大日本国啊，吼、哦，毋免阁互因大家继续咧甲咱糟蹋，吼、哦，会使讲桌顶食菜啊，桌较放菜安尼，啊，着食台湾、用台湾、阁嫌台湾，着、就是遮个人。啊，蒋介石哦，一个臭石头啊！老一辈捌我捌听讲，哼，甘愿吼，伸着两粒广岛甲长崎迄两粒原子弹，嘛不爱伸着这粒臭石头啊！因为迄两粒原子弹捡落吼，二三十年后因重建好就 OK 啊，新的街道佫较整洁。你若去横滨吼，尤克哈马迄阵是日本的。重要的这个工业基地，哈、哦，所以美军遐个轰炸个密密麻麻，但因重建的是街道重新规划，哦，你甲看，逐条路安尼滴滴个足整齐、足水的。啊，咱啊，中国又建了两万座大楼，死几十万人，但是换来的就没有什么后患了、啊、哈、哦。台湾那伫美国军事占领以后，啊。以琉球模式，台湾反乱，台湾反乱模式等于了，咱就正常啊。
免甲即摆还阁咧拼，台湾体会正常化，哇吼、哦！所以即摆即粒草芥头还阁咧遗害台湾咧吼，还阁盖一个校园内底还阁采伊无人相离啊咧吼。好来，阁来咱来分听讲。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啊，这个1991年哈，波湾第一次战争，伊做指挥官，阿尾啊，伊做迄个国务卿哈。伊讲台湾甲中华民国拢毋是国家啊，这是2004年10月25日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伫北京记者咧甲访问采访时讲，伊讲中华民国毋是国家，台湾嘛毋是国家，台湾无享有国家主权。台湾是美国境外的国内，啊，因为美国人若要来台湾，嘛爱摕美国护照才登入来。但是伊佫用台湾管制法是国内法来咧甲咱管，所以我甲号做境外的国内。啊，那么美国对台湾有管辖治理权，啊，即马由台湾治理当局代理咧甲咱管哈。那么是毋是国家有认定的标准？啊，咱来看台湾国。敢有领土？台湾国敢有人口？无嘞。敢有政府？外交。这块领土是日本天皇的，所以台湾国无领土。啊，有人口无？还是咱即摆拢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毋是台湾人，吼。啊，即摆这个政府叫做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毋是台湾国的政府。啊，你讲有外交，有个外交权，讲有23个小朋友国家。我差不多4个月前，佮碰见一个叫做甘比亚，有无？啊，你佮提伊个外交，提伊迄个建交公报，拢是中华民国外交部派人出去签的建交公报，毋是你台湾国派你个外交人员去签的，所以拢无啊。台湾国即四项拢无，所以台湾毋是国家，啊，台湾即个土地嘛毋是中华民国个，所以中华民国已经变作流亡政府，已经毋是一个国家。它只是一个政府或者是一个政权，已经不是国家啊。你要再变成一个国家，就是爱反攻大陆，等于南京啊。咱拢拜关公、拜妈祖，所以咱拢是中国人啊。啊，咱拢用汉字，所以咱拢是中国人。那这个论述啊，这个逻辑会通。安尼，那信耶稣的，拢以色列人，还是美国人啊？美国人大部分哈。不70%以上拢是信耶稣哈，啊那拜遐释迦牟尼佛吼，遐佛教徒拢印度人嘛，所以这逻辑未通嘛哈。啊，你讲来用汉字，日本即马嘛要用汉字，吼，新加坡嘛用汉字，过来以前韩国嘛用汉字，所以你看到的汉城即马改做首尔，这未通嘛，这个逻辑未通。哦，你若讲会通，啊那。用英语的拢英国人，啊，菲律宾用英语，菲律宾人跟英国人，唔是啊，吼、哦。那么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未来变怎？吼、哦，陆海空军司令部将会裁撤，干那纯改做指挥部尔。啊，即卖21万5的兵力，到尾也要精简到剩头12万人。那么你也想讲？啊，无司令部啊，啥物人要来发号司令来指挥部队？就是美国太平洋总司令部，哦，伊来指挥。所以咱作者，即个雷达站、哦，监听站遐个资讯，所收集到的资讯，是拢链接去予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啊，就去琉球迄边的迄个司令部，甚至。哦，我听讲，这个美国的战略就是讲，上好若真正讲，你中华民国的守军，若无得守台湾海峡的制空权、甲制海权，啊，强啊准备要登陆台湾，上好你中华民国部队从西部沿海海岸线往内算10公里，撤退10公里以后，头前这10公里一定要进攻。要创啥？我美国来得啊！我美军的飞行机来要轰炸，要创啥？较袂误伤台湾人民，吼、哦！啊是，哎，中华民国国军90%拢头咱台湾人去做的嘛，伊不爱伤了咱台湾人。
那么美国君主政府会入来台湾，哈，啊，中华民国流氓政府人撤退去金门、马祖，啊，就福建那个平潭岛，啊，啊，这平潭岛已经有专家咧看台湾咧通啊，哈，今年的10月30日海峡号平潭至台中港首航，航程3小时，哈，结果呢？啊，这是台北港哈，去年10月30日，平潭至台北港就是巴黎哈，巴黎2点半钟呢哈。啊，伊这个船啊，那算大只，会当载760个旅客，240架的车。去年预计，这应该的联合电子报报的讲会当稳差不多18万人次。啊，伊佫讲台北港虽然较慢开港。但是约运量会超过台中港，什么个北高两市哈，大部分拢中国人，吼拢中国城，拢抓较侪中国人，所以为虾米等于中国个较侪？好，再来，咱来讲，是安怎美国讲台独代表战争？啊，咱较早，那我迄阵早期，我若听了一句，讲哦，安尼，大部分咱台湾人拢会想讲，哦，安尼阿强来甲咱拍。结果，咱来看美国安怎讲。这是2006年5月，陈水扁访问中南美，啊，迄阵阿扁也已经算第二任啊嘛。第一任足听小布希的话，到第二任，伊就想讲伊无连任的压力啊，要行家己的路，开始要行去台独去啊。所以美国足袂爽的。美国较早第一任。阿扁也要去访问中南美的时，小布希予伊直接飞入我美国本土的纽约，在纽约看咱的伫咧饭店的外口，就予你落车去看台桥握手。哦，这过去毋捌安尼。你记李登辉哦，毋捌1999年，哦，迄阵两国论迄阵嘛吼，美国人无欢喜。所以无予伊飞本土，予李登辉飞去夏威夷加油，我李登辉就做无爽快。啊，所以迄阵呢，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去福联机电甲拜访，李登辉条工穿困衫困裤甲接见，无穿正式的服装，就是表示李登辉的愤怒嘛。吼，啊，同款，第一个阿扁啊，第一任。含小布什配合了袂歹，真听话。第二任无听话，美国调工就无爱去安排飞你本土，予伊飞去所啥物所在？迄逝吼，5月份即逝，飞去阿拉斯加加油，以后阿扁也管甲皮皮出，好无？那么阿扁也要去南中南美，要去飞倒转来，美国也无爱予伊过境，所以阿扁也毋敢迄个用一个号做迷航之旅，毋知要飞去倒。尾仔就飞去利比亚，去跟戈达辉因囝见面，好无？好，这个是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哈，伊伫美国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美中关系听证会明确表示：“让我清楚的说，台湾独立就是战争。”啊，这作为副国务卿一级的美国主要官员。如此直率的把台独与战争直接紧密的挂钩，啊，在过去是极为罕见。啊，阿兰哥来看，他说这是因为让我把话说白，独立意味着战争，这意味着我美国要出动陆海空军还有海军陆战队，这四大军种，要创啥？怕台湾啊，无出动部队是咧，唔是要出来援助呢？唔是要出来旅游呢，出动军队就是要修建的啊！啊，所以是美国要敢拍，啊是咱美国要敢拍，真好的理由嘛。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跟美国太平洋战争打输了，甲台湾、甲澎湖，因为战争在无赔，所以甲台湾、甲澎湖底下伫美国手里，啊，就敢那讲。我都无钱，我摕手表来当店当，我当伫当店3个月，
这三个月来，只要我有钱，我提来还，你表爱还我，对不？当然是唔得爱搞我的表啊，过好。你美国袂使讲，日本讲要提钱要来把台湾澎湖赎回去的时，你讲无呢？我，迄个台湾人唱伊安尼，还是迄个阿强啊，台湾朋友迄个阿强啊唱伊安尼？你底下伫你手里，你要顾好呢，你袂使用别人抢呢。人若提钱要来赎回去的时，你爱还人呢。所以台独就是讲，你要为美国手里，甲台湾甲朋友抢走，美国当然甲你拼咯，对不对？他有可能帮你讲，你也无抓头抓尾，无咱台湾人的命，啊，你台湾人甲你要去独立哦。啊嘛，敢若讲去讲。都台湾人五兄弟啊，啊伊工作一间透天，住来阁真好势。啊，无咱五兄弟啊，来，咱来公道，咱五个举手，即栋厝变做咱的，好唔好？啊，即五兄弟啊，大家嘛讲好。啊，地主敢要承认？日本天皇敢要承认？啊，有债权的即个美国人敢要承认？无爱嘛。即就敢若讲。中华民国由美国委托来管台湾，你把台湾当作栋大楼，啊，美国派蒋介石来做守卫，啊，这守卫直接过六十九年啊，阮过遮久啊，这栋大楼变阮的啊，敢会能安尼？袂使啊，吼，这款道理真浅显哈。那么美国是安怎讲台湾袂使公道？哎呀，恁。美国家己咧选州长，哦，啊，拢有夹一寡含地方有关系，即个议题咧公道。啊，是安怎？阮台湾人袂使。啊，恁美国拢讲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啊，恁会使公道，哪会阮台湾袂使？结果就是，咱来以2008年甲2000，应该爱讲十二年，即拍唔对哈。2012年，流氓中华民国总统大选做咧。2008年是谢长廷兼通牌马英九，迄届咱输偌济，输200万票，输一个足惨的。吼，啊，2012年，换独派小英兼通牌马英九，咱输偌济，输80万票。啊，小英迄阵气质遐好。哦，三只小猪，大家抬猪公抬架，哦，拢提关。啊，本来安生公会赢，我结果嘛一个输，吼、哦。啊，所以你若把迄两届吼，拢甲当作统独公投，咱是毋输。所以美国有2000几个工作人员伫台湾，因调查台湾的。舆情调查了足清楚，伊知影台湾人迄种洗脑69年吼，拢变做一半以上拢变做中国人。哦，咱2300万人的台湾人，其中300万你甲当作讲这纯的中国人，剩的台湾这2000万人，其中有一半1000万人迄种洗脑变做中国人去啊。所以这些人拢去投票投支持通牌的中国人马英九。所以咱不管咱的输嘛，1000万票对1300万票嘛，绝对输嘛。所以你搁安怎操作议题，上敖输80万票，就讲介敖啊，吼。所以伊不好咱公道，就咧惊咱讲，啊，咱若投落，啊，拢通真正拢输去，安尼美国要搁支援台湾，就真歹支援啊，吼。那么，现在美国要咱台湾民政府训练4000名人员，甲海外41万份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就是讲，当时美国要求蒋介石伊爱派人来接管台湾，迄阵台湾人，伫台湾只台湾人有超600万人，啊，所以迄阵蒋介石派1000人来接管。那么现在我们台湾差不多到要2400万人，啊，600万除以4，刚好4倍嘛，
所以咱来训练事情诶，吼，这比美国甲咱要求，爱头壳清楚，吼，啊你无清楚，你无来遮上课绝对袂清楚诶。我头拄仔讲诶，咱昨昏咧讲遐，咱家己讲一寡台湾省啦、省道啦、大陆啦，诶，拢咱拢头壳拢用洗脑去，你若无来遮定洗好清气，美国人嘛唔敢互你接诶讲，拢要去统一中国，要去跟阿强啊统一，啊咱就惨啊。美国嘛欢乐吼，啊41万分，台湾政府身份证就是，这个身份证就会当代表讲咱是台湾正港的本土台湾人，啊，这个41万人吼，就会在做，敢那类似种子教官安尼出去会当宣传，甲台湾人叫起吼。好来，啊，咱来看，美国军队占领台湾，伊有啥物法律的依据，啊，佮有啥物迹象，啊，咱来探讨看卖吼。法律就是依照麦克阿瑟一般命令第一号来哈，而且是由美国的参谋联席会议所拟定了。1945年8月17日，由当时的杜鲁门总统核准了授权麦克阿瑟将军，1945年9月7日对日本受降日来发布。啊，迄阵伫日本的东京湾的密苏里舰艇馆哈。命令蒋介石代表民军接受在台日军投降。你对我用命令，啊，伊叫他做命令嘛。啊，这人，因为杜鲁门是作为盟军的总司令，哈，啊，那么麦克阿瑟是太平洋战区的总司令，啊，蒋介石是这个中国战区的总司令，啊，当然。由美国总统核准授权下来，要用命令给蒋介石命令伊，从北纬16度以北印度支那，就是北越，啊，到台湾澎湖向蒋介石来投降。啊，那北纬38度线以北，包括中国的东北，是要向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投降，啊，你注意看，这里头前有挂一个苏联，但是第一号命令给蒋介石头前无挂国名，无挂中华民国，啥物原因？因为迄阵代表中国有四个：重庆的蒋介石政府、延安的毛泽东政府、南京的汪精卫政府，啊，还有满洲国。啊，啥物人要代表？所以无，啊，都无用国名，吼，所以直接用蒋介石。好，这是因为美国是日本台湾的征服者，他才有权利分配盟军占领区。吼，他都爱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啥物人去占啥物所在，是美国咧主导。吼，因为是伊拍败日本的嘛，吼，所以伫太平洋战争等于拢头。美国咧拍较济哈，尤其来拍台湾，拢是美国。中华民国从来没有一颗子弹、一个炮弹来到台湾，哦，啊，是有人登陆起来台湾无？啊，咱来看《旧金山和平条约》，1952年4月2日被生效。伊个第二条讲，日本放弃台湾甲澎湖的管辖治理权，哈。23条 A 确认美国对日本是主要占领全国的身份，这个当然是包括日属台湾，吼，咱迄阵是日属的台湾，甲日本拍败，就是等于甲咱台湾拍败，吼。所以重点就是这个主要占领全国是美国，啊，中华民国变做啥？迄阵伊还袂灭亡哦，还袂流亡啦，还袂流亡，所以伊还阁是一个国家，伊叫做次要占领全国，哦，有一个主要。都就是次要啊，中华民国是以次要占领全国的身份来抵台湾。好，对日本的合约的拟定，跟国在一个同盟国来协商，这拢是杜勒斯所主导啊。啊，这里甲分配啊，杜勒斯是受美国总统所聘任的一个特使，专门去甲其他的国家啊去遐拟定草案。啊，恁的国家有啥物要求？啊，爱甲这。所有的国家
协商妥协好了，才会当写一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好、哦，啊，卡伫旧金山，大概伫1951年的9月7日，伫旧金山签字。啊，真正生效是要到隔年的1952年的4月28日才有生效啊。过、哦、来，咱来看台湾关系法，1949年4月7日参众议院登那个订立啊、哦，但是追溯到1979年的1月1日生效，真的，因为1月1日美国已经跟中华民国断交，啊，以前的什么麦克阿瑟一般兵的等于等战。所以要去赶紧用一个台湾关系法来甲台湾保护起来，吼、哦！啊，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国内法，美国的参众议院，因的议员，伫美国咧拟定台湾关系法，无找台湾人协商，因家己得拟定，而且4月10日实施的是马波蒙台湾人，讲我要带领台湾实施台湾关系法，你有同意无？无。就进行实施，代表讲伊是主要占领全国伊的最高权威，吼，伊要做啥，伊的命令就是等于法律，吼。咱毋捌听过讲有英国台湾关系法，还是法国台湾关系法，没有。所谓中美英法苏这拢啥物世界强国，都独独敢若有美国台湾关系法，吼。过来。1982年，美国雷根总统对台六项保证，这是迄阵8月17日要签，要跟阿强啊签《白旗公报》以前，迄阵会使讲可能像较早国共内战的1949年，美国发布一个美国对华白皮书，压垮国民党最后的一根稻草，迄条对华。中华民国的白皮书一个发表，国共内战那个国民党军，那那都兵败如山倒，对规个信心拢溃散的。啊，今物又去签这个白旗公报，蒋介石作欢乐，这是袂被压垮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迄阵台湾民心动荡，无论拿军的也好，立军也好，有钱的好嘅人，拢咧卖土地卖厝。拢咧买黄金，想办法要逃离台湾，要移民其他国家。啊，所以蒋介石透过伊个外交系统，去跟雷根总统讲：啊，拜托，互你嘛来对台湾做一寡新战喊话，吼、哦，来讲一寡对台湾有啥物保证。啊，所以雷根也知影讲，台湾的经营若乱落吼，对美国若无好。啊，所以雷根唔卡。来写一个对台六项保证，啊，咱来看，这个六项保证是美国在台协会，啊，理事主席，啊，李杰敏伊提，啊，伊个总统府，啊，提一张单出来念，六条念念的，佮收收字的，佮扎长，无留证据，是迄阵的前夫，伊靠伊的笔记，哪讲伊哪翻译哪写落来，啊，来咱来看。第一条讲，美国无意思要就对台湾的军售设下杂志的日期。第二，美国未就对台湾的军售的议题事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来磋商。啊，你注意看，这对台，对台，这个台是台湾治理当局，唔是台湾哦，哈、哦，唔是台湾人，是即马咧甲咱管的这个台湾治理当局，哈、哦，因为伊已经未再佮伊跟中华民国断交，未再佮讲中华民国。所以，伊这个对台就是台湾治理当局哈。过、哦、来，美国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压力之下，对台军售啊，伊个港款，这个对台港款哈。美国未修改台湾管理法，因为真侪人拢认为台湾管理法是咧保护台湾的，所以自己拢未使改哈、哦。美国第六哈、哦，第五，美国无意思要扮演台海两岸的中介者，美国不能施压迫。使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展开谈判，啊，这谈判的就是敢那要出卖台湾啊，啊，要台湾卖给阿强啊，所以伊袂做这代志。好，美国不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有主权的主张，台湾主权唔是伫阿强的手里，啊，这
美国，我安尼是讲，这就是咧安踏台湾人的民心。啊，有影，这个发布了，台湾民心就稳定落来，哈。啊，你敢袂感觉奇怪？像那美国总统都爱甲咱保证，吼，啊，咱毋捌听过其他国家对台湾有任何的保证还是承诺，对无？即若台湾含美国无相当的关系，伊若要甲你关心，啊，插你去死啊！我甲你保证要创啥？所以我以用一个男女朋友的关系，就是男女交往论及婚嫁，关系已经足好啊。啊，这查甫的若要娶这女孩子，是毋是爱甲安达讲？啊，你嫁我好啦，你嫁我，我甲你保证吼，我每个月50,000块你买化妆品啦。啊，50,000块你买衫裤啦，安尼甲保证好无？啊，人唔还要嫁你，啊，你若无相当关系，我看你也无实在，我甲你保证讲，你对我，我就爱50,000块你，哦，无啦，哈。个人来看，美国贺电的意思啊、哦，意义。那流亡的中华民国，你若选到伊个流亡总统，拢来接到美国的贺电，啊，啥物原因？1996年开放民选了哈，这个所有的这个选到的总统，哦，流亡总统，拢会等美国白宫给你派一个贺电，因为较早上早拄啊建楼，台湾你甲当作讲是一个敢那数字店迄个美国总公司，伫台湾开一个分公司。啊，以前这个总经理是用派任的，哦，第一任派蒋介石来，哇，做总经理。啊，不然到1996年以后，和恁台湾人甲你选恁台湾人的，哦，介意的人来起来做总经理。但是选到了，爱美国的董事会发一个电文，甲你承认，哦好，甲你祝贺你一定会当做我台湾分公司的总经理啊。哦，咱若有手机啊，袂记关静音，那个关一下吼。哦，啊，伫这个情形下，所以你啊看，咱来看2004年迄届吼。啊，当然这个就是如一般命令第一号，蒋介石一脉相承。哦，那么2004年3月20日，3月19日是毋是发生319枪击案？啊，边啊，巴肚向拍一枪，啊，伊敲电话连宋，迄阵连宋和，讲啊，发生这个枪击案，咱。干要阁继续选，啊！阁隔一工咧，连长讲啊，阮稳赢诶，明仔载票投落，阮着做要做后一任诶总统啊，选无要紧。结果迄届吼，李登辉有发动228牵手赴台湾有无？有去牵手诶，我看卖228牵手赴台湾2004年，干呐一个了？诶，迄阵足热闹咧呢，啊，我嘛有去牵，那么。迄个气势搞起来，所以迄个拄啊赢20,000+票，换算赢的比例拄啊赢0.228，哦，啊，这二八事件这英灵吼，有出来咧斗三工的款呢，哦，足奇怪吼，好，啊，所以迄阵迄暗一个票开了连胜输，那赢去占凯道。去见迄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啊，迄阵连赢一直咧等白宫贺电，等要几礼拜，哦，大家心安尼七上八下，做欢乐啊，是安怎在几礼拜贺电拢无来，啊，所以阿扁啊，敲电话给迄阵诶美国在台协会吼，诶官员讲，迄阵看迄个一个叫夏新迄个官员，其实毋是官员咧，美国在台协会都民间单位咧。啊！但是咱伫台湾，大家拢来当作伊是大使馆的意思。啊，问讲啊，他贺电话袂来，啊，这个夏新女士吼，真正就打电话去问白宫，白宫讲，我那贺电准备好啊，但是咧等中华民国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把迄个当选证书打起了，阮就贺电半点钟来搞。我即马哪样透过广告嘛，知影讲有这件代志啊。所以伫中选会拿力底下，
哪会动不了迄个黄石成主委大当选公告，立个开锣要互打，哦，底下 QQ 六六下来下去，玻璃拢真硬，门拢真歹真破的。但是打起迄个煞随后哪会也拆掉去。但好佳在迄阵相机有连拍，啪啪啪打起迄个动作做出来翕着，所以传真去予美国白宫半点钟来贺电搞。贺电一个搞，即哪下伫开到知影大势已去，所以知影讲阁乱无效，因为头家已经答应讲即个做新的台湾的总经理啊，所以就乱袂落去，所以开到撤退，哦，是安尼，所以你会知影讲，是安那，就要等一个贺美国的贺电，美国开始头家嘛，哦，美国是当属。当主会当主定啊，好，过来，咱来与军事基地做对比哈。菲律宾有美国的克拉克空军基地，还有苏比克湾诶美国海军基地。过来，琉球有加佐纳空军基地、甲普天间基地。古巴有关达纳摩湾基地，啊，这种美军基地啊。台湾有清泉岗空军基地。啊！你注意看啊！啊，即有美国有一些基地，即个土地拢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割让，还是放弃的？哦，菲律宾甲琉球啊，菲律宾是割让，琉球是托管，古巴甲台湾拢是被放弃，是吧？放弃管辖权。但这个古巴因为伊是殖民地，所以它可以独立出去，但是台湾。是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无法度割让出去。好，啊，所以你甲看，这拢是以前许美国军事占领的所在，所设的军事基地。啊，所以会当证明讲，咱是被美国军事占领。哈 ，OK， 那咱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哦，咱在这这重，这个是重点，你一定要记啊，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咱来以伊拉克做例。好，伊拉克2003年第二次哦伊拉克波湾战争，3月19日，英美联军去攻击伊拉克。啊，不到两个月了哈，5月17日完成对伊拉克的军事攻击，而进入战役占领区。哦，军事占领啊。那么5月2日，联合国就承认英美联军伫伊拉克的临时管理当局的权力，吼，会当都啊管理伊拉克了，吼。但是来到2009年4月30日，差不多4冬后，好不好？6冬后哈，英国军先降旗撤军，啊，英军降旗撤军。但是2011年，吼，他变了。美军伫12月15日，美军降旗撤军，敢那剩200几个哦军事顾问，伫啊咧教伊拉克免那防范恐怖暴力的发生，哦啊训练因遐伊拉克的军人。啊，你啊想，啊拍要8年，吼，哦，啊你啊想开遐侪钱，哦开几条的，哦账面上是$几千万美金。但是拢是规条的哈，美金哦，你若一条美金就30条的台票。那么是安怎开遐侪钱，死遐侪美军，啊爱撤军，啊一日拍火大啊，那无甲伊拉克变作美国的第51州，伊拉克州，袂使。头拄我顶下讲，军事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哦，所以琉球许美军占领，嘛无做。转移主权，变成新的伊拉克州，嘛，迄个琉球州。台湾有美国占领到即嘛，嘛无做美国的台湾州，嘛无啊。过来，依照国际战争法规定，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我们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迄个德军甲规个占领。法国迄阵有一个将军叫做戴高乐将军，带伊一挂军工教人员
流亡去英国的伦敦，哦，英国伦敦。啊，你会记讲，你只要是流亡去别个国家，干那会当带伊迄个国家选一个都市，哦，像迄阵就讲 France London， 哦，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啊，中华民国流亡来台湾，袂使只讲 Chinese Taiwan， 袂使，爱都市，所以有只 Chinese Taipei， 啊，规个名叫做 Chinese， 啊 ，government， exiled， 中国人的政府 ，exiled 就是流亡 ，in Taipei， 在台北，所以出头到尾 Chinese Taipei， 正港的整个英文是。Chinese government exile in Taipei， 中国的流亡政府，哦，还是中国的政府流亡在台北市，安尼，袂使讲伫台湾，哈。啊，伊若要就地合法，要安怎？哈，同款吐蕃嘛，同款啊。吐蕃去流亡伫印度的达兰扎拉，伊是流亡政府，伊袂使在做一个国家。伊若要阁租一个国家，中华民国爱阁等于反攻大陆，等于到南京，南京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啊，安尼开始，啊，同款，西藏这个吐蕃伊嘛爱阁反攻等于吐蕃，重新把吐蕃的旗伫西藏哦升起来，安尼。所以流亡中华民国来到这69年啊，前头到尾啊，当。世界这些较大个国家拢无承认，干那20几个小国家是用钱去共买，哦，拢是迄款什么乌拉圭啦、巴拉圭，什么什么瓦格圭，啊，无什么布吉纳法索，哦，啊，密克罗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迄其实 micro 就是足微小，我讲 micro 有无？咱个机卡，较早讲 mini 卡，啊，佫要过来 micro 卡，就是迄，那个。超小型的呀，哈，哦，啊，法国头都讲过哈，哦，所以，那么美国政府委托中华民国政府占领台湾已经啊，即马爱写69年哈，但是因为咱2006年10月24日，咱秘书长林志坚抗美案的判决，解除对台湾的军事占领的日期已经无望啊，因为咱一直在训练咱的人，一直。只要咱4000人训练好势吼，咱特别要求美国甲政权吼交咱台湾人，互咱台湾人驻地。好，那么美国军政府核发台湾政府的这个身份证，伊的法源是啥款？好，咱来看这张哈。啊，这我重点我先讲的，这个 class 分类哈。T.W. 哦，只要你是，我都证明你是本土台湾人。哦，就1945年8月15日，啊，就日本天皇宣布台湾迄天，啊，就过个月9月7日，麦克阿瑟发布第一号命令迄天，因为迄阵外国的军队、外国人拢还袂入来台湾，住伫咱台湾遮，咱的士大人、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包括伊所生团落个后代，都拢会当摕到 T.W. 的身份证，啊！啊，你若摕到这个 T.W. 的身份证，这个人，你才有资格将来到民政来执政的时，会当做公告人员。啊，无军啊，咱无军队，啊，美国爱负责台湾的国防安全，啊！所以，将来有 T.W. 身份证人，嘛靠选举权，就是你做候选人。也是去参加投票。啊，中国这个1949年来遮呢，因来，我来再来请，但是因请的新闻叫做 Chinese exile， 我头头讲的 exile 中国难民，因请是难民的身份，啊，难民身份就无资格做公告人员，嘛无参选权，所以将来台湾的。自主行行的，事务要公道，哦，拢是 T.W. 身份的咱本土台湾人来决定，迄阵就无蓝绿对抗啊，安了解无？好，
无像即卖来你个安尼斗甲足严重个吼。好，啊，佫一个重点，后壁再有一个 USMGTCE 吼，伊个编号，这是美国军政府予咱个编号。啊，头拄啊头前，即、這个身份证号码是堪证目前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所发个号码同款。只要你是林志升，哦，伊就是这个号码。啊，这是嘛是美国给伊的，哦，美国要求中华民国你若要做身份证，哦，啊，你爱照我的编码，这个方式来编码，所以咱个沿用落来无缝接轨，啊，没有问题，所以要查就去查，啊。好，那么因为伊后边叫啥本卡核发依据，啊，就这，啊，我个放大，哈，依据万国公法。依据国际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第四条第三条台湾关系法再来美中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美国宪法美国军事政府管辖下台湾民政府参议院所通过发布的台湾公民权利法案好这其中一个中国政策很多人有意见台湾人，足侪台湾人读个不清楚。嗯，那美国利用一中政策，啊，阮中华民国呢？你看台湾人读个利用洗脑的。美国意思是讲，全世界敢那承认合法统治中国那边的迄个中国是合法的，敢那承认的呢？啊，走路去台湾这个，这已经算唔是啊，伊流亡啊嘛，伊怕输走赢嘛。啊，所以。中国是中国，台湾是台湾的，咱是日本的台湾呐、啊。啊，你哪会甲台湾甲要甲下落中华民国？啊，你哪会咧捍卫中华民国？哦，迄咱读个歹用洗脑的哈、哦。所以美国一个中国政策是对的。好、哦，好，我等。好 ，OK， 好。那么你看，台湾有水无？都水哈。对我2008年十月去爬山翕的，啊，我无想讲我今仔日会用到这个图片，这是东海岸，吼、哦，伫这个满洲的东边，吼、哦，啊，翕看遮水，但是台湾水水人无水命，吼、哦，敢那一个水姑娘啊，人人爱，大家拢抢要爱，抢要爱，所以。荷兰人来啊，占领西班牙人来啊，占领北边吼，荷兰占南边，过来郑成功也要来占，好无？啊，荷兰人来，把咱当作一个贸易基地呢，哦，伊荷属印东印度公司，啊、哦，主要拢咧做生意，啊，伊迄阵海权的海权的大国，吼、哦，那么台湾迄阵出产啥？鹿啊。水鹿啊皮，甲梅花鹿的皮，啊，迄阵伫寒冷个国家，做者衫裤，做者物件，吼，手套、鞋啊，拢爱用皮、鹿皮来做。所以荷兰人来遮，叫咱个原住民，甲鹿皮交，甲因买鹿皮，作俗个，啊，卖去予日本个，较东北吼，北海道这边，还是韩国，吼，还是运等于因荷兰那边。澳洲冰天雪地哇，爱当赚足侪钱，包括台湾这个纬度，伫台南地区嘛，足适合种甘蔗，爱甘蔗会当炼做乌糖，迄阵的乌糖，吼、哦、是高奢侈品的物件，所以乌糖爱当赚足侪钱的，所以荷兰人来台湾，就是拢咧做这个工作，咧做这生意，所以是伊的贸易基地。那么郑成功把荷兰人赶走了。郑成功把咱遮嘛是当作反清复明的复兴基地，哇！啊，我台清来，甲郑成功哦，诶，政权灭掉了，因派官员来遮，把台湾当作捞钱的基地啊！因派来遮做官，干来当做三年，伊无好你做伤久，无迄个讲搁连三年，变做六年无。你来遮做三年，三年满你来转去，伊无爱互你住伤久，堪遮地方的
原住民佮合作伙啊，要佮反攻，要佮反侵啊，要家己变一个台湾国。所以因来遮做官，某囝也袂当抓来，来遮就要创啥？哦，来歪割钱，来搜刮民脂民膏。所以因无免做甲三年，落地就地甲满满满，吼、哦，三年官两年满，两年就满。好、哦、啊，所以变伊个贪污的基地啦，吼、哦，捞钱的基地。好，大清甲午战争，又日本打败，换日本人来。哦，日本人来到台湾，哦，这真正报道。哦，唔该，讲，甲台湾建设甲足好势了，开始野心大个。纽西迄阵八田女一来做乌山陀水库，本来云嘉南地区一年干来当布一届稻啊，尔水库做好，变会当做布两届稻啊，啊，搁一个旱季的杂粮。啊，因会当轮耕嘛哈，今年我生产稻啊两季，明年换你安尼轮，水就有够用啊。啊，所以伫个真个经营之下，我日本摕了台湾了，依靠迄个实力，台湾这个粮仓提供他，就太平洋战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这个基地，南进基地，好吧？那一个做人的基地。啊，即嘛日本战败，换蒋介石。哦，流亡中华民国流亡来遮，我咱阁变中华民国的反攻大陆复兴基地，我四百年来拢咧做基地，哦，讲个嘛有够衰呢吼，所以我讲衰人无衰命，好，好，啊，这个部分我就先讲到遮，那个台生咱个跳过台湾猪问题。那来讲，美国和台湾有关的法律和条约，哈，南加之盟，这是1867年，哈，迄阵美国的这个商船叫罗美号，后人翻译做罗号，伫台东的外海发生船难，啊，有可能我头拄啊迄张相片啊，哈，啊，位啊爬起来了，所以有南台湾族的人甲抬去，啊，我美国向大清抗议。台清政府嘛就讲啊，访辽以南不在版图，哦，迄是生番之地，哦，迄我管袂到的所在，来卸责，啊，因为台清拢伫这个中央山脉的这个假山遮吼，平地甲山交汇地，拢有设关卡，叫做人质关，你平地人来到遮拢袂使搁入去，爱停，啊，你若入去迄个高山原住民。出草台戏，不负责任，哦啊、所以台清哥用讲，哎、啊，是生番之地，唔是迄我管袂到啦。台清人我呾介惊死，哦，伊知影讲高山原住民骁勇善战，哦，歹只个。啊，所以美国准派伊个领事李礼让，后人翻做李先德了哈，堪、哦、咱台湾伊个十八番社的这个头目。逐季度来签一个约，迄个约内底根本就讲，南台湾地区非清国领地啊，因签这个南加之盟是美国和南台湾原住民所签的国际条约，这是，迄阵这个罗美号，因迄个船长带因太太，因太太把头发盘起来，所以查埔迄个船长夫人嘛又斩头。所以，伊签这个条约就是讲，以后只要啦外国人的船啊、船难搁浅，啊遐人若要起来白天爱举红旗啊做记号，表示讲阮是善意的来，阮是干那起来避难的。啊，你来登岸以后，袂将搁入去，你爱拖等，等原住民来给你抓，袂使随便入去就对了。啊！那暗时啊，就爱举火把，做记号吼。我那到岸边停嘞，等原住民来抓。啊，过来就是讲，迄阵啊，比如要求台清，你爱在鱼兰边啊起一个灯塔，予西船的人暗时啊知影讲，
遐有陆地，毋使先挖去，较袂过去搁浅安尼。啊，即是俄罗斯灯塔，就是为遮开始哈。过来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啊，甲美国台湾关系法，啊，即两个，一个是国际条约，一个是国内法，啊，你为安尼看就知影讲位阶，啊，是爱以这个做标准，这位阶相关，哦，因为五十一个国家在做签署的哈。那么是安怎美国要甲台湾的地位、台湾问题巧妙的模糊化？啊，这有原因，就是讲，美国吼，第一为了伊自身的利益，啊，伊若要跟阿强啊配合，好比讲要要求阿强啊，跟伊做反恐，啊，反对这个伊斯兰教这个恐怖组织，哈，啊，伊就修理台湾，给阿强啊看，讲就宣布讲，啊，我无要卖台湾 F-16 的 CD 型的战机，哦，中华民国对吧？啊，和台湾治理当局。啊，那阿强啊，无要配合，啊，这样就搁发布命一个消息，哦，我准备要卖潜舰，还是卖什么新的武器，和台湾治理当局安尼，拢咧耍这个模糊政策。哦，所以咱台湾等于吼当作机遇啊，哈，咧行哈。啊，美国嘛无要跟中国，因为台湾的问题正面冲突了，啊，伊尽量拢伫幕后。做中间人，啊！你西龙台湾治理当局，就中华民国，哈，啊！把咱台湾当作基地，哦，需要的是往前进一步，啊！那无需要台湾的八大案，和台湾搁退一步安尼，啊！这就是咱的悲哀。啊，过来，嘛爱等本土台湾人觉醒，爱超过75%，啊！你问我，啊，那毋是51%，那超过1%，毋是那？算计呐，赢一拍就算赢。其实，咱爱加75%，加25%，吼，啥物意思？那咧算计的是，这25%按怎要互买票？因为民意调查，你若讲啊60%赢，结果25%用买，哇，你剩偌济？剩45%，嘛是输。所以美国嘛，就爱等咱台湾人大部分拢觉醒了，台湾的地位要正常化，就较袂出问题啊。迄阵美军也袂入来吼，较袂用牵石头啊，吼，对不？啊，咱来看，像那1985年日本驶进台湾，前头有原住民强烈反抗，啊，就必注定啊，张武讲过哈，就是中央山脉以东。这些原住民的传统狩猎，因的生活领域，啊，大清白手教讲要卖厝，哦，卖厝要兴销，啊，所以啊，隔壁迄间原住民迄间讲啊，卖互日本就对啊，有无？啊，这都毋是伊的，这边拢毋是伊的，啊，伊这间厝家己要卖，讲啊，我隔壁拢卖互，互人去啊。安尼是毋是足离谱？所以日本军起来，日本警察来，哇！入山就跟原住民就战起啊！我去赛德克巴来吼，迄足精彩，迄两片吼，彩虹桥啊，甲赛德克巴来这两片，恁应该拢爱去看哦，足精彩。好来，伫美国吼，伊个参众议院吼联席会议。那些永不起立鼓掌的人，值得我们台湾人学习。这奥巴马在参众议院的演讲，啊，这大部分拢是参众议员，甲啊，你来看，只要特别有两组人，我那坐嘞，哦，这下面人来看，哦，他们是美国参谋联席会议的成员，军人不鼓掌，不干政，除了有关军队的事务，哦，因为人拢避开拍手，哈。鼓掌，啊！伊弄一个手拢要起条嘞，啊！你看面阁拢变变，改成欠奥巴马欠伊花钱款，哦。啊！这军人不干政哈，因
美国人这个军人受到因正式的西点军校的这个训练吼，大家真正是为国家，唔是为政党。因奥巴马代表民主党去来做总统的哈，所以因听，敢那够听落啊，袂使表达意见。过来这组人，伊嘛无咧起立拍保安，另外因手嘛种起条咧，可能这些人咧拍保安吼。还有，因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大法官们不会就演说中的任何内容鼓掌，因为他们代表国家权力的另外一端，司法公正。好，在美国，因咧讲的是立法、行政、甲司法。立法爱排第，立法是最高的民意机构，作为权力爱由参众议院啊，因立法。哦，因国会立法，靠行政部门依这个法来行政。啊，你行政部门，你如果不依法行政，做了歪错去、歪过去，后边这个司法单位要来给你追究，哦，检察官要给你起诉，啊，法院要给你判刑，哦，啊，所以这就是因，啊，你注意看，这大法官年纪拢较偏大，啊，哦，拢做法官，哦，做足久个，哈。做有头壳的哈，做有地位的啦哈。过来，咱来看身份角色错乱的台湾人。谢长廷伊咧讲宪法一中。啊，谢长廷伊怎啊？一路走来哈，那么行者停咧，行者。伊迄阵做台北市选台北市市员，最高票当选。哦，迄阵。台北市议会三剑客，啊，那陈水扁、谢长廷，搁一个林正杰，啊，最高票当选了，啊，迄四年表现袂歹，啊，四年后搁选，啊，谢长廷讲，啊，我票卖提啊，这蒋介石提伤济吼，减一个人去哩，日军咧减一个去哩，分票分一寡好人，我迄个选了，我伊煞最高票落选，我告诉你，我过来我。选立法委员，一个最高票当选，第二届要搁选，伊讲搁分一寡票人，我一个最高票就落选。啊，即马换台北市要选市长，阿扁啊跟谢长廷争要选，啊，叫做民调吼，煞输啊吼，就初选输，所以一路安尼走走停停，我唔敢叫做谢长廷。吼，啊，伊咧讲个宪法一中，就是要甲台湾包伫一个中国内底。哦，这都真大个错误啊！吼，咱看中华民国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坎坷耐的，吼，无关系啦，吼。啊，咱常常家己会自投罗网咧，怪奇怪。连这做个，谢长廷嘛做过东主席个呢，民进党东主席，头壳落遐无清楚，吼。啊，蔡英文讲中华民国是台湾，吼，啊，中华民国唔是外来政权，是台湾政府，这同款。连卖都没卖，直接用送的哈。哦，美国的一中政策，台湾人咧受个，啊，阮中华民国呢，把中华民国当作我国，哦，这样来错误哈。真严重的汉语化的台语啊，若要消灭一个国家，爱先消灭伊的语言甲伊的文化。即卖三十岁以下少年人，哦，台语就是讲闽南语。包括客家甲各原住民族的语言，拢讲袂认得啊，甚至袂晓讲嘛，袂晓听。嘿，啊，咱诶，这个原住民族的语言，平埔族差不多拢死了呀，拢无好呀。哦，村，迄、那个，迄、那个啥，台南的，台南即撮上大撮的吼。西拉雅族有可能救会当啊，因为荷兰人来台湾了，有把西拉雅的文字迄、那个语言吼，用罗马拼音来写作马太福音，啊嘛有盖一个留落来这个契约吼，或者新港文书吼，就是汉人啊，还是荷兰人要跟平埔族、西拉雅族要签合约时，一边写汉文。啊，一边写希腊雅文，用罗马拼音读的哈。啊，上趣味的就是讲，
即卖希拉雅，伫个县唔是县话，新华，新华遐有一个基督长老教会一个长老，叫做万长老，因祖囝叫做万淑娟，伊去，伊嫁予迄个菲律宾的人，爱菲律宾人有来台湾，啊，那么伊甲台湾的马太福音，哦，提当去读给因妈妈听，哎，因妈妈。我大部分搁听有咧，啊，所以有可能要用这个方式，要甲台湾的语言，伊即马用利用伊妈妈，甲伊所收集的资料，伊出一本希拉雅的字典，有这个字典来做教育的基础，吼，所以伊即马有一挂学校有咧教希拉雅语的语文，啊，所以将来有可能富裕成功，啊，拄啊像较早以色列，哦，因的希伯来文。以色列迄阵四散伫全世界，但是因，吼、哦，1948年建国了，因开始恢复因的语言，吼、哦，嘛是真辛苦，但是因即马拢成功啊，吼、哦。那么其他的语言差不多，咱咧讲迄十族的这个语言，平埔族语言差不多救袂转啊，吼。啊，咱来看台湾人咧讲台语，迄个汉语话，即句安怎讲？真侪人。你甲少年问，伊讲俄勒，唔是，伊会讲赞美，迄是汉语化的讲话。啊，咱正讲是爱讲俄勒。过来，讲食起来甜甜脆脆，是切切较对吧？哎，你看咱即马在咧混淆啊吼，是甜甜脆脆还是切切？切切较对嘛吼。就讲，我来甲你服务，袂要紧。有人安尼讲咧，是不要紧啦，我替你服务不要紧啦。啊，但是今摆少年就讲，我替你服务袂要紧。哦，这怪怪吼。我来替你服务不要紧，啊，啊有人讲，我来替你服务袂要紧。过来，清凉解热。哎，啊，解，今麦少年讲解热呢。好，啊，过来，香港的，香港的香，哦，香港的香，真香。我要来香港买芳香两两，啊，你用北洋语读我。香港的香很香，我要买香香凉凉。啊、哦，香港的香真香，我要去香港买芳香两两，那香香凉凉，芳芳个凉凉。哦，佮那用个呢吼，做者台湾人就不要讲啊。你若佮香港的香很香，别佮换做台，伊拢佮只破音字，香港的香真香。我要去香港买芳香两两，要注意啊！哈，好，来，咱来看2011年10月29日，美国的空中加油机 KC-135 哦，降落伫台湾的松山空军基地，松山机场。啊，这有啥物内幕？伊对我发布的消息是讲，我派这架飞行机要来载 AIT 一个官员的用红孩子破病，我要来接伊来去日本的病院要来医治。啊，咱台湾医生不输日本的，红孩子有啥物病，咱台湾人的医生无多救。啊，这厉害，派一架这大只。哦，讲要载一个红孩啊，你敢要信？哦，咱若讲啊，都囡仔破病，啊，都这个妇人袂晓开车，靠伊就讲啊，你派车来甲阮载，伊敢会派伊辆车来甲你载？哦，一定伊设一个厢仔车嘛。这是比伊辆车佫较大只，即毋知要讲啥？哦，其实这有内幕。其实伊是即只
蘸油的加油机，油蘸个哦备温丁，要来去松山军用机场的跑道，会牵着我遮大只的飞行机，转落会落尾的跑道会歹个袂啊？而且伊嘛要试伊的跑道遐短，要安怎伫上短时间会当停下来？一般飞行机拢是逆风起飞。嘛，逆风降落，好吧？逆风会当要降落，会当跑到较低就停下。啊，你若顺风哦，你一直刹车，后壁风一直改上，会愈较远，会弄壁。啊，松山机场这算原来算高难度的哦，因为比如伊为西海岸啊，比如西部安尼飞落来，你若看唔就是，还佫关于拉升。但是中央参谋在遮呢，你有些未呼救就崩山呢，所以这个机场算介危险的。那么如果台湾发生阿强要甲咱拍，要烧电，美国若要来支援台湾，伊爱迄个大力士的迄个 C-130的大型运输机，爱载介只武器战车，迄种两三六内底，爱来机场吼降落卸下那些重装备武器。所以爱先派这只来试。顺风的是，一条顺风，唔是逆风降落。顺风，互你安尼砸砸砸砸，看下咱外行爱听听下落来。伊要爱只参数，只数据。包括伊即卖要飞走的是，伊嘛是顺风，吹顺风，后壁风安尼甲砸。吼，尾后起来就对啊。你若逆风，飞机头要举个较紧嘛，但是伊就往那顺风起飞。嘛就拢咧掠这参数，我是要安怎落来会偌久停？啊，我要飞起哩，伫上歹状况，我偌远飞起哩，袂弄壁，袂弄山，伊是咧掠这参数啊。所以这有时啊，你敢若看报纸啊，哦，美国派一只加油机要来载一个 AIT 的工作人员的囡仔，要去日本医，这种假象。那么陈水扁伊担任台湾地理当局局长，哦，2000年到2008年，经常接获美方指示行事，其实他是美国在台湾的代理人，哦，总经理呢，哦，安怎来看？2006年，哦，第二任6月2日，美国 AIT 前的处长杨淑丽曾在总统府训示本山顶，注意训示。一个 AIT 的处长尔呢，会当甲中华民国去中华民国总统府甲迄阵的流亡总统陈水扁甲训示呢？我那去啊，替个读的三点训示读了，自己个炸弹，拢无留下痕迹。啊，这上讲啊，迄阵的总统的这个秘书长陈唐山讲的哈，啊，训示哪三点？诶。阿扁，你要搞清楚，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啊！过来，台湾人不可以公投。迄阵阿扁也不是就想讲要办公投。美国派美国在台协会啊，杨淑丽这个处长去甲建个，台湾人你袂使搞办公投。第三，台湾地位未定啊！哦，你无定定要甲台湾要独立要建国啊！哇！好，反正我时间到了哈，我刚才讲到这，以后有机会咱再继续讲。好，多谢各位，谢谢。好。